袁琪，抢婚的事没找你算账，自己送上门是吧？自己不胜酒力，怪得了谁？现在凤仪与我成婚，赶紧死，不要心疼。可以了，先别闹了，处理正事吧。不是，是他先动手的，你真要把我交出去？你若再说话，此刻就把你交出去。 哎，你干嘛？别动手啊！再来这些一半就够了。赶紧，哎，你干嘛？可以了，坐下。你们二人，一个神君啊，一个妖皇啊，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，跟孩童似的。